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中文 Alibaba 是一家专注于电子商务、零售、网络和科技的中国跨国科技公司。该公司于1999年6月28日在浙江杭州成立，透过入口网站和电子服务，提供消费者对消费者 C2C 企业对企业 B2C 和企业对企业 B2B 的销售服务，增加支付服务、购物搜寻引擎、云端运算服务等。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中文 Alibaba 是一家专注于电子商务、零售、网络和科技的中国跨国科技公司。该公司于1999年6月28日在浙江杭州成立，透过入口网站和电子服务，提供消费者对消费者 C2C 企业对企业 B2C 和企业对企业 B2B 的销售服务，增加支付服务、购物搜寻引擎、云端运算服务等。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中文 Alibaba 是一家专注于电子商务、零售、网络和科技的中国跨国科技公司。该公司于1999年6月28日在浙江杭州成立，透过入口网站和电子服务，提供消费者对消费者 C2C 企业对企业 B2C 和企业对企业 B2B 的销售服务，增加支付服务、购物搜寻引擎、云端运算服务等。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未来愿景是成为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和科技公司，公司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阿里巴巴的长期目标是创造一个连接世界各地买家和卖家的全球生态系统。该公司旨在为中小企业 SME 提供一个向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平台。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中文 Alibaba 是一家专注于电子商务、零售、网络和科技的中国跨国科技公司。该公司于1999年6月28日在浙江杭州成立，透过入口网站和电子服务，提供消费者对消费者 C2C 企业对企业 B2C 和企业对企业 B2B 的销售服务，增加支付服务、购物搜寻引擎、云端运算服务等。